来，走，赶集子，请您吃肉饼。吃啥肉饼啊？我正这儿等着你呢，我瞅你都有气。干啥呀？一大早呀，没打这又开始骂我呀啊？干啥？别动手啊！你成天你骗我，我骗您啥了？我也没忽悠您吃鸡，也没多呢，也没宰狗。你成天你是钢炮的玩意儿，我还套钢呢，钢炮，走吧。你滚一边打子去！你说我瞅你有气吗？你说呀，我要不看你，我不打要一处来的气。我一看你呀，我都顶呼顶脑我顶子，我这气儿。没事，你大清早的事儿，我这点鸡子暴跳干啥呀？你务正业呗，你成天的呀？我咋不务正业呢？你没正八本的，你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荡，你不务正业的玩意儿，你又干啥呀？你说干啥？修理你！一大早的，我都没耐着你，那修理我啊！你要不耐我这么大气头子是咋的啊？我逮你啊！又咋着了？又咋着了？你说咋着？天天给我吵的！你说，给您鼓掌！我瞅你都有气啊！哪有你来骗？你还得叫老太太来骗。烈儿哥，我上你二姑那儿去的，上你二姑那儿瞅瞅。你给我那个，你知道是啥吧？人家一瞅。都不是真的，滚蛋去！逗你这个狗链子，给你，哥挂着去。我瞅你都有气。这金的。放屁！金的。那天人家你二姑一瞅，这是啥呀？纯粹是破铝片子。你这整干那啥？我这骗我了。这真是金的呢，我那伴儿他顶账买的，他媳妇的项链儿。啥金子呀？你快拉倒吧！这都是喷的是金属，这都是铝片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怂小子呀，真是傻呀傻呀，傻透香了，啥人都咋你骗了。人家你二姑，人家开金店开十年了，人家这个看不出来，你瞅着我给你烧上，一烧都黑，打洋火打点着了。烧，瞅着，你瞅着，咋还有油漆味儿啊？你瞅着，着了还，这是啥？掉漆了。黑不黑呀？那我挨坑了。这是铝片子喷的金水，你也这小子，你还挺灵的，还挺美，还给奶奶，让奶奶带着，奶是。带这干啥呀？这破狗链子呀！快给我拿过去一杯打子去啊！我头都有气，有啥要吗？我得找他去。啥破朋友我这是啊？走，找他去。咱娘俩今儿他要不给我赔正八本的，我都坐他们看着我不动弹了，我都吃坐地炮了。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和我奶去要账了。我一朋友不该我3000块钱吗？没钱还，我还挺高兴呢，说拿着金链子给我抵账。结果我奶奶我俩一验，看了吗？洋火一烧掉漆了，还有漆味呢。今天跟着要说法去，这玩意儿啥破朋友这是？当时我好心好意帮他，他忽悠我，来骗的玩意儿你都是。奶，要我说，他连他媳妇都骗了，这他媳妇的项链。哎呀，那可不，那都是还骗他媳妇呢，你更得来骗呢。这回要咱也跟找他媳妇去，他媳妇跟咱们一条心，一马心收他去。孙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他不给咱们个说法，我都让他们炕头一坐，坐地炮豁出去了。反正该过年了，我炸他一头子。真不地道啊！小小的人嫩不地道还行，那都是坑人配那个骗人呢。和我奶奶到我朋友家了，到那儿也别跟人家烦，跟人家谈的先好话说啊，别跟人家咋这都词儿编了，但谈不了了，咱们再想别的辙啊。行了，走，没有钱你都说没有钱，你别老爷儿骗人家，还打媳妇还骗了，你说这叫啥呢？这玩意儿啊，要我说那么想着不务正业。哪家了？到你大门那个。
关着门呢。这儿没人，白来了，真是没法弄啊！一会儿呀，给他打打电话中吧。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找你了，有点事儿。你上那儿干啥去了？哦，那中了吧。中，那回再说吧。嗯，咋意思啊？撞了。撞啥了？撞哪了？他那撞了。哎呀，撞哪了？可不，他说在医院呢。我的啥，真挺骗人的，骗人都耐撞。哎呀，我们班这车真撞了，看来他真没瞎说呀。你瞅瞅，把前机盖子都亲掉渣了，这玩意儿，这账还得赔本啊。那你还得瞅瞅人家去上医院呢。我瞅瞅他去，把这给他呀。中，好办呢。是吗？我告诉他，你打给我，我打给你退回来吧。那都快给他吧，还他吧。哥，着我奶先回去吧，白来了。他说在医院呢。大伙说是我倒霉还是他倒霉呀、啊？你说他给我拿一个假的项链忽悠我，但是他上医院了。该。那个花郎单咬病鸭子，谁他骗人呢？没有，我再瞅瞅去。这回你还赔本了，要是那样，还得打两份香蕉。